都莫名其妙。再说银行。我说你那手机别的眼上当。你这个是我愿意雇佣国家的舌头，你自己找的。不是上市场。现在这个一百四层也叫流氓，心里有名的江湖都开始在下注视着。底下面之后已经进城了。这边这次也是将一次大败上场，所以上面还有整体撤资。八卦教室。你早进来山谷的时候。紫渊不是什么别的女子，她的存在便是家国王室本身。殿下自以为很了解面前的安乐，也很了解丹山上的帝子渊。其实呢，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然而，你真如这般安乐洒脱，那你可以尽管相信我，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信任，更不会辜负百姓的希望。我会细细谋划此事的。那我就等候殿下的佳音了。只是你是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你可是大晋尊荣的储君，是朕珍视的太子。可是陛下，您是天下人的君父，天下的子民，乃是臣的首徒，臣岂敢因一人之安危而置天下人于水火？请出去。他光风霁月，自然不用多说。虽然此去江南定会有风险，但是韩仲远知道，寒夜深殿定会有一个人护他周全，那人便是我，任安乐。哇！陛下，您稍待，我把鸡鸭肉与农夫分享，还有三坛金酒，与你行刺何用？谁让他来？是我，玉凤怎么样？话不是你讲的，不是这面，玉凤说今天他来是。太子殿下可曾知道，在我们安乐寨，女儿会是出嫁时才会喝的酒。太子殿下喝了我的酒，可就是我的人了。堂堂一个太子殿下，喝这么一坛就喝醉了，我才不信。来，再来一杯。我就知道，居然还给我装。从小到大，陛下便对我耳提面命，要克己复礼，行为端正。喝醉酒还想教训我呀？没门！给我不要随便走，有事不要别走了，我再看见下面走了。我要表现下去，快下来，别让他说是皇上女奴换中原的脸。我不，我叫顾。这样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你说我不错，我要希望你开开心心的回去。我想知道你的安重。我是谁？皇上，请把诏命为超越。